就是规矩、标准和幸运，我们如何去选择。陈豪老师今天早上来的特别早，坐在这里等着大家，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还有三位学员还没有来，于心意、曹斐然、陈曼欣。为什么迟到？是上洗手间化妆，还是发了个微信，还是怎么着？起晚了，出发晚了。就没赶上那个，没赶上那个，没赶上车。如果我们今天拍戏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出发晚了，全剧组全部都到了，但是你出发晚了，没赶上车，今天剧组在山上等你一天，演员到不了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事故？别人能起，你为什么不能起？对不对？别人都能赶上车，为什么你赶不上车？没有理由。